好，我吃个。六个字可以说，对的，没有错，是限制了六个字。一次性只能打出六个字，如果你想要打出七个字，比六个字多一个字的话，六个字以上的话，请刷出手中的摇抱抱，或者是一组一三一四。我来了，你不是早来了吗？给我拿一把剪刀来，我要出家了。哼。我要把我头发剪了。刚才不是我上的，是哪个尼姑庵的？峨眉山，来自于峨眉山的。眼瞎呀？哪有外衣呀？人家就穿了一件衣服，哪有外套啊？这边都是真皮呢，出家，嫁妆是架子去掉一根直旁，出家了。难道我吐字不清晰吗？出家，两件哪有两件呢？明明只差了穿了一件呢，哪来的两件？真是个狐狸皮啊！是狐狸倒也挺好的，狐狸不也是有九条命吗？我倒是希望我是狐狸啊。有音乐了，已经放到尽头了，没有歌了，酷狗。坏了，又是该说话，没有酷狗了，放不了音乐，就这么聊天吧。你的围巾呢？人家过夏天没有围巾。这头发。凳子也坏了。狐狸是有九条命，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？这点都不知道。里面有围巾吗？也没有啊。你以为我塞了围巾吗？你以为我是男的？好漂亮。听到吱吱声是什么声音？凳子坏了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声音啊！唉，好快呀！直播都连音乐都没了，跳个毛啊跳啊！别给我整逼累了，不让跳舞。再买新的不要钱似的，免费的呀，说话呀。你们要听什么歌吗？谁是我是的求生别恋，秋伤别恋。你又不会，为什么不会？有点上进心的都不学，不会学呀。对不起，没有上进心，不会。
会就不会，不会学。上夜班呢，好辛苦啊。唱哑了。